57岁港星周海媚以《倚天屠龙记》周芷若一角为大家熟知。经微博疯传，有网友爆料周海媚过世2号，病因是中国媒体搜狐娱乐求证他工作人员，对方一听到问题就挂断电话。另外工作人员以在应酬为由，也是直接挂电话。在求证他，有人得知双方昨天还联络过，不觉得周海媚有任何异样，所以不相信此一消息。该有人也致电周海媚本人，但未能接通。网友则发现他社交平台8日都还在更新，呼喊姐姐快出来辟谣。他在12月6日才欢度57岁生日，没想到网络竟然疯传他过世。据悉他罹患红斑性狼疮多年，该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，在台湾算是重大疾病，但只要遵照医生嘱咐治疗，大多病友都能安然生活，除非是遇到病毒感染造成器官衰竭。